对啦，我觉得大家既然都已经他有发文澄清了，那就这样吧。最近有跟他联络吗？没有哎，因为想说刚好在风头上，我就不要去打扰他们那样。那老师当天在那个餐会上面的互动如何？那天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聚餐呐、啊，就是大家约说一起吃个中饭。然后因为其实后面大家都各有行程，所以我们才约中饭，然后很快就吃一吃，大概一个多钟头大家就各自鸟兽散，各自去工作。因为我平常跟丽宏比方说我们有约谈事情或者什么，都是没有看到他。那天就是大家就是很轻松的吃饭聊天。很安慰我唯一的杯子跟碗Yeah.